虽然升了那么一咪咪啊，但是还是可以让 Mitchell 往回拉。当然 Tony Mitchell 弧顶突然的幸福来了。Mitchell 本来就有一定的外线能力，只是因为识别啊，就是他正中的后卫啊，是能够很有效把经验给控制好。脚下来了，Tony Mitchell 变不起来，轻松的单手灌篮，这个没办法，麦克连回不去。那出来 ，Tony Mitchell 面对麦克连，哇，这样跳，往前送，当中线直接起飞了，挑战细节没进，但是 Tony Mitchell 不断得分，没到位啊，球交不下去，黄镇进来空了，但是是 Tony Mitchell 的火锅，他早就算好这个节奏了，但是苏一杰再把球给断回来。跟着李梦觉躲在麦克林的掩护，但这次再来一锅。洪家宏不死心，哇！苏一杰其实没有好的出手空间了，球最后交掉了。台湾城背后交给 Mitchell， 这个刹车刹得有点早啊，所以这要调整好。很多球员没有调整好，他一上去表现就患得患失，可是张宗宪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。哇！青山姐一开始就是一个空中接力啊，虽然不是暴扣啊，但是一上。给对方头上打一个火锅啊，双眼狠狠的瞪着他，这个是一种宣示主权的意味啊，这是我的地方啊。好，卡西亚，同你们球，我从外面可以吧？不该会比刚刚破皮还要严重。同你起来，垫步打板，最后进。这球他知道第一拍直接上分，今天 OJ 啊，他个人不只能得分啊，创造出很多这样大空档的投射机会。张宗宪喷射器跟阿帕奇两个人的组合，是哇，这一罐啊，把全场的观众啊都灌嗨了。哇，张宗宪的中路突破，吴宏兴的配球啊，其实刚刚好，不过潘翔伟跟麦克连这一大一小啊。都在 Tony Mitchell 来开，哦 ，Tony Mitchell 哇，这个战术开得非常的成功啊！在经过小组的掩护啊，清出 Tony Mitchell 限制的麦克连在内线的威胁之后啊，整体的效果其实让达兴这场比赛在第二。